Hello， 你哋好，我係美聯物業嘅 Kenny， 帶大家嚟到咧香港大學站嘅一個低價少少嘅大廈裏邊睇下。咁呢個單位咧都有327尺，原裝兩房，但係價錢咧，如果你聽到都會相當之吸引，投資啊、自住啊亦都可以嘅。咁由地鐵站行過嚟咧，都係好近嘅路程啊，一兩分鐘就會到噶啦。咁大廈亦都咧會喺外排嘅街道上邊，咁所以單位咧亦都唔需要話下下望到啲樓景，咁都會相對比較開揚。咁下邊亦都會有菲魯扎街嘅公園啦。咁如果係做運動嘅朋友咧，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啊，帶大家參觀下個環境。單位外望咧會有菲魯扎街公園景同埋一啲海景嘅。一入門口咧，左邊咧會有一個好實用嘅廚房，裏邊咧雙爐頭明火煮食噶。亦都有个大窗，光线都好充足。咁、那个客厅方面咧，好方正嘅。摆放物品方面咧 ，sofa、电视嘅距离咧都可以好远。同埋中间可以有餐台，亦都有个大窗啦。咁洗手间方面都会装修得好新净。淋浴间啦，镜柜。嚟到原本咧两个房间嗰度咧。單位去打通咗做一個好大嘅房間。如果有興趣聯絡美聯物業 Kenny 啊，多謝你，拜拜。